即大家报告一下。啊，希望哦，咱个机构啊，咱个老同啊，会讲庇佑大家哦，每一个家庭会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啦。谢谢我们的董事长，到此就要请教你哈、哦。但起码过年啊，大家咧老人老在滚滚吼，办这样子活动，过来最近有什么活动？阿伯甲咱吼，咱的信徒报告一下。咱最近活动哦，甲三月二三妈祖节以前哦，足济尽量。